来吧，上头吧。声音好大，看，一下忘了啥东西了。这是奶奶的手，就两根大骨棒，就我这可是真骨髓。每次一吃，他们都说鸡蛋糕，这不是鸡蛋糕。你去市场看卖牛肉的地方都有没？哎呀，老香了。没买着那么多。大家好，我是桃子，叫我们来吃羊棒骨，看怎么样。说实话，比那个牛骨髓好吃一点，比那个牛骨髓好吃多了。这是上部神器，这个。来个西西牛骨髓。炖的过火了，都不用那个啥了，都
都不用挖了，直接吸就行了。